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广东卫视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节目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关于养生的非常重要的几个问题啊。我们首先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问问团团长、著名演员李文琪老师，欢迎您。也欢迎各位帅哥美女。今天请来的这位专家啊，是我的老朋友了，每次听他讲课我都觉得是受益匪浅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呢，请上中医专家杨增良先生，掌声有请。杨增良，主任医师，师从当代国家名老中医谢海洲，擅长治疗全科疑难杂症，并著有中医实用综合疗法、方药临证技巧70例等多本中医专著。跑着步就上来了，因为这个李老师，您猜猜杨老师的年龄？对，杨老师特别有精气神，对呀，也就60多吧。对，因为这样啊，咱们来做个游戏，谁敢跟杨老师比比旱地拔葱？小伙子们敢吗？先让李老，我站着不动，你能把我抱起来就行。行不行，李老？哎呦，你试试，这也太好了啊！别想要，哎，欢迎，悠着点儿。哎哎呦，那你来来来，今日恭喜，来吧，哎，好，备，开始，二，哎呀，哇，哎，你拔了没有啊？拔了，闷丝中不了。我抱你，你尽量的下坠，不想起。好好，我把你拔起来，脚跟踢下来就算拔起来了。你做裁判啊。好，把腰稍弯一点，腰稍弯一点。哟，你肚子还不小呢。哎，别别，你把腰弯点，腰弯点，我够不着你肚子。预备，拔了啊，开始。这，哎呀！哎呀！天哪！哎，吓死我了！老师，我这个葱太老了，不是你根太深了。谁？真好。现场有没有挑战的？咱就找个年轻人试试，来吧，小伙子。好，老师，我拔你，你拔我，这样。好，预备，你肯定不行。这，再来，再拔，使劲，没劲了。没有，我服了，老师，您真的是老大。好了好了，真的。哎呦，我天哪！不是，李老师，哎，多大年龄？60吧。60。那个60出头。60出头。但我觉得老师的身体素质绝对是18。60出头，报一下您的出生年月日。好，3个年龄。第一个年龄是心理年龄80后，身体年龄60后，第三个年龄是实际年龄40后，71周岁。哇，比我年纪大。为什么您到这个年龄有这么大的力气，身体这么好，怎么养的呀？我常用的就是药茶。药茶，咱们今天呢要推荐都是杨老师啊根据名方以及自制的一些药茶。我们来看第一道，这药茶是干嘛用的。今天推荐6道药茶。我长期服用的扶正固本茶，给大家说实话，50年没感冒，你们信不信啊？到现在我71岁了还能打篮球，全村的人一看惊呆了。怎么惊呆了？你不和20岁的时候这个面貌一样吗？怎么不见你有一点衰老啊？肥也减了，心脏也好了，老伴儿也不放心了。抗衰强心茶主要的作用就是我们来看第一道，这药茶是干嘛用的。抗衰强心茶，这个您的意思就是说您就老喝这个，最喜欢的放第一道是吗？对，抗衰益寿，强心，到现在我71岁了还能打篮球。抗衰强心茶主要的作用就是预防衰老，适用于所有人群啊，杨老师。对啊，不是等老了再抗衰老、那就晚了。对了，等到那个汽车抛锚了再修就晚了。最好刚出厂的汽车就注意保养。不是杨老师，那您就天天喝这抗衰养心茶吗？经常喝。您这茶里边一共有几个东西啊？很简单。玉竹。是最重要的一味。第二味呢，就是山楂。山楂。第三味呢？第三味就很简单了，茶叶。
茶叶，什么茶都行吗？一般来说，热性体质人用绿茶，寒性体质人红茶，用红茶，正常人用花茶。不是，那您是热性体质还是寒性体质啊，李老师？我有时候热，有时候寒。嗨、哎，那您就用花茶得了。对了，那花茶里那个茉莉花，它的成分会不会干扰？茉莉花茶不干扰，因为茉莉花本身是温性的。而且呢，它在里边补中还有兼疏的作用，因为有疏肝和胃这些作用，它起个调和作用，还有一个化脓点睛作用，不会干扰。听说您给这茶呀总结了几句诗，是这样吗？哎，也够不上诗，叫顺口溜吧。顺口溜，便于大家好记。宫女深山得玉竹，老而不衰青春住。本草十载列为上，强心抗衰用此物。对对对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宫女啊，她是在宫殿里边，二十出头，受不了那个宫廷里边的那种虐待，偷跑出来了，跑到一个深山老林里边去了。一晃呢，她到60岁了，思乡，想她的父母啊，年龄一高，想想我自己也老了。皇帝肯定也不追杀我了，干脆吧，回家吧。回家一看，全村的人，包括他父母，80多岁高龄，一看，惊呆了。怎么惊呆了？你不和20岁的时候这个面貌一样吗？怎么不见你有一点衰老啊？还是20来岁这个样啊？这么神奇啊！谁了吗？这不是？说你吃了什么东西？他们那个形象一比喻，他还带了一截这个新鲜的，色白如玉，一截是像竹子。所以这个名儿干脆吧，大家集思广益，起个名叫什么？玉竹。定名玉竹，这个名是这样来的。哎呦，我怎么以前不知道呀？你们以前知道用玉竹吗？没有，我也第一次听说。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。哇，山药或藕。我以为是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一看上面写那字玉竹，我就懵了，它怎么会长成这样呢？这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在药店买的，也是玉竹。但是是。质量一般的玉竹，那质量好的是什么呀？哎，质量好的是什么？我随身带了，你一比较就知道了。啊，谁家有玉竹啊？你看一样吗？有区别吗？有区别，有区别吧？现在我手中呢，这个就是精品玉竹，精品，这个就是普通玉竹。哎，老师，这两个玉竹在外面卖都多少钱呀？好贵吧？这个就是几毛钱就10克，这个几毛钱呀、啊？这我买得起，你们的我都请了。好，抗衰养心茶第二道东西，我们来看。彭祖膳食山里红，山上是不是叫山里红啊？对。消食化瘀是正宗，这它主要功用是4个字。降脂降压抗肿瘤，现在医学研究证明确有这个作用。强心抗衰建奇功，哎，这是您自己写的是吗？对，是我编的顺口溜。你看多谦虚，人明明是个诗，说顺口溜，不像有些人顺口溜非说是诗。是这个山里红这东西其实挺简单的，您觉得就山楂呗？是山楂吗？是山楂，这里有学问。有什么学问呀？听说过彭祖活到多大？听说过800岁吗？800岁。对呀、他最喜欢吃的。人说他之所以延缓衰老能活到800岁，当然是民间故事啊。他每天少不了的就是山楂。泡一下啊，泡一杯给大家尝尝。就那么一小捏。然后玉竹。过去中药不叫抓药吗？啊，对，这一抓就10克啊！10克，10克，干山楂是10克，玉竹也10克。对，玉竹啊是带甜味的，你吃点甜。对，这是酸，酸甘可以化阴，促进人的阴液，增进消化。好，这直接泡就行吗？直接泡了，直接泡。好。哟，一看这李老师在家会泡茶，不是糖尿病人。想增加点口感，可以多加点冰糖。如果是有便秘的人，等这个茶温了以后，不太热了，
少调点蜂蜜，调调味儿也未尝不可。啊、嗯，哎，现在少您这个喝糖吗？糖尿病。好，少来一点点啊。身体上。哎，那点不起作用。太少。这还挺爱吃糖。大方一点，大方一点。哎，好嘞。这一杯，嗯，最少可以泡5次到6次。啊、哦。最后玉竹山楂。可以吃掉，行，您拿回去尝尝啊。行，你们先说说吧，我喝去了。哎呦，李老师，您我一想到宫女，我就记起来，这叫玉竹。味道怎么样？说说这养心茶。是啊，酸酸的，甜甜的，初恋的味道。味道好极了。这茶是怎么喝都行是吗？杨老师？对。就什么时间喝都行，最好就是晚饭以前。嗯，白天你喝5次到6次，比如上午3次下午3次都问题不大。一年四季皆宜。嗯，男女老少皆宜。嗯，哎呦，无所不宜。哎呦，太好了。这可我看他们都记好了，我估计今天晚上那药店门口那药店的玉竹就得买过来山楂。对呀、啊、好，这是我们第一道啊，这个强心抗衰强心茶，这一杯茶您估计得多少钱呀？这一杯茶我估计啊，因为我不是卖药的，我估计也最多是这2块钱3块钱成天了。2-3块钱啊，这还行是吧，李老师？还行，这要在各机场卖就贵了。在制作抗衰强心茶之前，我们需要准备好材料。玉竹十克，山楂十克，茶叶3到9克。先用滚开水冲泡玉竹和山楂，2分钟左右，再加入茶叶浸泡。喜欢甜味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加一些冰糖，有便秘的朋友可以在水温稍低时加入适量蜂蜜，还可以达到润肠的效果。每天喝5到6次即可达到抗衰强心的功效。看第二道，扶正固本茶，这一听没听明白。固这个字儿好像就是坚固牙齿的意思。你可能经常看那个牙膏广告吧。对，反正这固本什么意思呢，帮我们解释一下好吗？固本，本就人的正气，嗯，使你的正气坚固，嗯，不受外邪的干扰。嗯，我长期服用的扶正固本茶，嗯，给大家说实话，50年没感冒，你们信不信？啊，从来没感冒。50年，没感冒。就是那我怎么一年感冒5次？您50年都不感冒1次，这你们想知道吗？想，你们想知道吗？都想。来，我们看看，它主要是用于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、易感冒的亚健康人群。咱们现在都亚健康，都是。就李老师没举牌，李老师您健康。我不亚健康。啊、嗯。哎，我是应该说是不健康人。扶正固本茶，它的原料是生黄芪15克、女贞子15克，茶叶还是3到9克。为了让大家好记啊，我们杨老师呢也给大家写了一段诗，我们看一下：虚补脾，五用疗效好，益气养阴不上火，提高免疫力更高。这个黄芪的补气作用是人所共知，嗯，仅次于人参，嗯，但是人参容易上火，嗯啊，黄芪一般不上火，嗯，有虚热呢，甚至还可以清，但是秘制的黄芪就不行了，秘制的黄芪补的气作用大，但是往往容易上火。女贞子这味药啊，哎，应当这样说，在所有的补药里边，嗯，它的最大特色。叫清补，咱们知道有的人，比如说想吃点补药补不虚，嗯，说吃枸杞子都上火，听说有没有这样人？是，我就这样。你吧，嗯，那也真是虚不受补。这个枸杞子啊，咱们一般老百姓不知道，它是滋阴，滋阴里边呢，它还助阳，嗯，所以内里有虚火的人，往往一吃枸杞子，反而呢容易上火了。嗯，女贞子不同，女贞子有虚火的人。虚不受补的人，女贞子是轻补，就补的力量不大，而且有虚火呢，还能降火，可以适用于虚补上火、亚健康，效果最好。哎呦，这好哈、啊！不是女贞子、生黄芪，说实话，这两样东西咱都得看看长啥样啊、嗯。尤其是女贞子，我们来看看
对，这样的。五干睡，无须发，抗衰老，增强免疫力。我如果经常喝这个茶，就可以不感冒，对吧？哎，对，增强免疫力，预防感冒。它能够补气固本，预防感冒。固本扶正，提高免疫力，是不是还得有抗癌的功效啊？癌症其实也是老年病，啊，其实就是身体虚弱了，正不胜邪了。人体正常体内它都有这些癌细胞啊，对，当你身体虚弱了，它就乘虚而入嘛。完了，我怎么觉得我身体好虚弱呀？你可没有，你可没有，你现在是精神饱满，青春常驻。真的呀，那咱赶紧把这个扶正固本茶来泡一杯，先跟现场说说，谁愿意品尝一下扶正固本茶，请举牌。哇，这么多人举牌啊！我来帮你们泡这个茶啊，您看看我泡的对不对？啊。首先，生黄芪15克，对，我这抓一把哈，女贞子，15克，哎，这挺多的呀。你先泡，妹妹最后再加茶叶。这一定要热水沏啊。好，在制作扶正固本茶之前，我们需要准备好材料：生黄芪、女贞子各15克，茶叶3到9克。先用滚开水冲泡生黄芪和女贞子10分钟左右，再加入茶叶浸泡。此茶有益气养阴、清补肝肾的功效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当我们感冒时不宜饮用此茶。我们来看今天的第3道茶是什么，降压保健茶。我老伴儿最近发现高血压哟，那您今天要把这方子给他带回去，好，那可是好礼物。好的，就当你们结婚几十年纪念日的礼物吧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由什么来构成的啊。罗布麻，6克，降压药里有罗布麻。罗布麻，听说过吧？对，罗布麻，这还真没听说过。因为我妈妈、爸爸都是高血压，所以他就吃用药，就叫罗布麻，所以我听过，他们每天要吃这个药。我没听说过这个。这个罗布麻主产在哪个地区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新疆有个罗布泊。哎呦，你叫蒙对了。啊？要不然那个，要不然你是著名演员吗？这个是那个无人穿越的那个罗布泊，对了，楼兰的那地儿吗？对了，那个罗布就在这儿。哦，话说罗布泊干涸了，有一位新疆美少女出去找水，结果呢一去不复返，回不来了，在沙漠里边长眠了。这个呢，在她身边就长出一个叫野麻花。这个小花开出那个粉红鲜的颜色，和那个新疆美少女那个颜色相辉照映。它那个叶子泡饮，罗布麻地区新疆人就拿它当茶叶，说那个地方的三高人群啊，可以说很少，他们吃什么牛肉啊、羊肉啊，三高人群，确实比我们内陆地区少得多。为什么？就是罗布麻这个野茶的保健作用。哦，然后呢，说槐花，杨老师，您得给老伴儿真得弄点这个我觉得你可香了，你闻闻香不香？来，五月槐花香，好，这我想尝尝，我也想，来一点哈。这个槐花啊，高血压的人不但泡茶，还可以加上面，好，蒸吃呢。这是我们江阴的，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是我妈也这么做。这个。杨老师为这一道茶药茶做的诗是什么？咱们来看一下：新疆盛产罗布麻，平肝安神善降压，清热利尿降血脂，抗衰益寿益饮茶。对，什么意思？罗布麻不宜放在锅里边煮煎，最适宜就泡茶饮，效果最好。你千万不要因为喝了这个茶就不吃西药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对对，你不能用这个中药的保健茶代替西药的降压药。对对对，所以大家一定得相信科学。对，别我说好，今天杨老师给介绍一茶，回家以后所有药都不吃了，惨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罗布麻槐花的这个茶呢，咱们怎么泡啊？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个降压保健茶给大家泡一杯，咱尝尝啊。这有人认领吗？先问问。咱们先来看一下啊，6克，槐花。1、2、3，对，三下。3小勺哈。对。然后罗布麻。一。
二、三、四，怎么得四啊？它比重轻啊，它是叶子啊。啊、哦。五，再来一下。再来一下呀。对，好，对了，它比重轻。你们认为这个茶叶是放红茶好，绿茶好，还是花茶比较好？绿茶好吧。绿茶。对了，我这个方啊，你等回去看就知道了。绿茶是凉性的。嗯。这个茶主要适用于那种容易发火、着急、满面通红、肝火上炎，甚至头晕耳鸣这种类型的高血压最适宜。哪位认领，赶紧到前面来哈。那个我想问您 啊，您的血压高吗？血压有点高，我155。那很高了、请问您对这茶感兴趣吗？感兴趣。您记住了吗？里面是什么呀？罗布马。茶叶。嗯。还有个什么？还有个什么？还有槐花。哦，槐花，好，这槐花。哦。您说话说得好好啊。槐花。我在四川24年。哎呦。哎呦，老乡呢？您快慢慢，哎，小心啊！我觉得有点多了，您可真注意哈。在制作降压保健茶之前，我们需要准备好材料：罗布麻6克、槐花6克、茶叶6克。先用滚开水冲泡罗布麻和槐花，10分钟之后再加入茶叶浸泡。此茶有清热利尿、泻火降压的功效，十分适合三高人群。接下来这个茶，我敢保证，张浩你特喜欢。又是因为减肥减肥减肥茶吧？你觉得是吗？我觉得应该是。应该是。我们来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一个和减肥有关的茶，为什么呢？减肥。因为我以前采访杨老师，他跟我说，他说他以前特胖，后来就变瘦了，我一直不太相信。我是肥胖家族。啊。我爸是有名的胖子，人家不叫他名，胖子。胖子。胖子。我儿子也胖。我两个妹妹也胖。我那一年不运动，我本来我是运动员出身啊，那一年不运动体重达到180，上楼都喘。不是您现在多少斤啊？现在是冬天是65公斤，夏天是62.5公斤，就在2-3斤这个范围里边浮动，非常稳定。江浩，你的目标是减多少斤呀？我目标减30斤。减30斤。哦，那你得多瘦啊。对呀、可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瘦了就方脸一样就行了。对，你减30斤也达不到我这。这个您这50斤就是喝这茶减掉的吗？对，这个说来我这个方啊，我在临床试验呢效果可以这样说，不是像那个用大黄啊、猛攻啊、猛泻，而是调补、缓泻，千万别受那个虚假广告的宣传，不要滥用泻药。我这个不是，是调补、代谢、缓泻、久服、保健，不伤正，最后达到呢体重自然的下降，而且呢青春常驻。有人感兴趣吗？有感兴趣了。我真吃过那个，喝过那个减肥茶，这我一不喝了吧，它真反弹。那您这个会不会反弹呢？就是不喝的话。应当这样说，减肥是一个综合的、系列的工程，不是单靠吃药。我的观点就是减肥不是不吃饭。有人靠不吃饭减肥，这是误区。不吃饭营养哪来？伤胃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呢，减肥不是不吃饭，饮食结构是关键。关键你怎么吃，你不要早晨不吃饭，中午随便吃，晚上猛吃饭。最后呢，吃完饭以后呢，睡觉了，还不运动。你看，我就是那颠倒的。你看，这叫饮食结构。颠倒了吧？对。第三句，极致饮食很重要。就是不减肥，你也不能猛吃啊。过去是吃不饱，现在就使劲吃，最后呢，导致了多余的代谢废物还排不出去，再加上不爱运动，就变成个大胖子了。对了，所以说呢，最后一句话
放开腿脚勤锻炼。哦，这减肥的哈，张浩，你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。是啊。我们来看杨氏减肥茶的配方是什么？生何首乌、决明子、干山楂、车前子、葛根、荷叶。这里边干山楂讲过了，其他的都没说过。为什么用这六道东西啊？听说过何首乌没有？听说过。听说过。它是头发。对，让头发变得黑亮。嗯。何首乌啊，它是一个人的名字。这个有一个老先生啊，说这个他在深山里边就服用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什么呢？长了样像人头。嗯。他吃了以后呢，这个头发能变黑。嗯。而且这个何首乌呢，他吃了以后呢，延缓衰老。说这样的话呢，他就常吃。嗯。祖宗三代都吃。抗衰老，最后他那个小孙子生下来的时候啊，头发更好，哎呦，老而不衰。因为这个小这个他家姓何，嗯，所以这个小孩的名字呢叫首乌，嗯，这个小孩呢是第三代，长得又特别精神，所以因此啊，这个爷爷给起个名，说这把这个药名就。叫何首乌吧，这个名是那么起来的。哦，何首乌。对，这何首乌还分生和熟吗？对，何首乌生的，补的作用轻。嗯。它解毒通便的效果好。嗯。这是一个生何首乌，第二就是决明子。这不是那明目的吗？决明子，对。清肝明目，还有四个字。润肠通便，啊、嗯，还是走大便，既能清肝明目，又能润肠通便。嗯、这个和生和这五代配合起来，不相得益彰吗？对，有事半功倍之效。好，车前子是清肝明目，这一点上和决明子是一样的啊。决明子走大便，润肠通便。那个利尿。车前子走小便，哎呀，利尿，还真是跟加是非。但老师，我就是下面一个，我其实有点不解，就是葛根，因为很多糖尿病的那个中药的，这是葛根，有葛根。他说他刚问那问题很重要，说葛根是不是治糖尿病的呀？葛根啊，你说有降糖作用，嗯，但是葛根要按咱传统的啊，你说是现在的降糖。还有扩张血管、心脑血管疾病都可以用。嗯，传统这个葛根啊，它是升举清阳，人的阳气往上升。啊，阳气往上升，这个浊阴之气才能往下降，才能排。嗯，它这个二便不能很好的排，什么原因呢？是清阳之气不升，浊阴之气才不下降的。啊，所以说你刚才走大便、走小便，你没有这个升清。就不可能这个降浊。最后一个荷叶，荷叶这个我知道，这个好像就是清凉的，降火、减肥的、降火的、降火的，我还防暑的，啊，对吧？不是，这到底是干嘛的？我说的都对吗？我们中医用荷叶，不完全按照它的药理成分，它和葛根啊有相辅相成。异曲同工之妙，它也能升举清阳，让人的阳气这两位啊都往上升。其他的呢，叫它走二便，这样升清降浊，相反相成。减肥这个效果，可以这样说，有事半功倍之效。哦，这些东西，杨老师也做了一首诗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杨氏减肥善用茶，首乌决明和山楂，葛根荷叶并车前，升清降浊疗效佳。哎，这就是把这六味药都放进去了。好有才啊！这个首乌决明子山楂葛根荷叶车前子，就这几种其实。然后您刚才写了一个说等份，什么叫等份呢？把这六种中药打成细末。哦，能打多细就打多细。这个荷叶本来就是叶子，不用打，你搓搓就碎了。啊，打成细末之后呢，哎，你不一定打得像面一样那么细，打成粗末也行。用纱布包起来，每一样用多少克呢？它不是六味药吗？每一样用五克，五克，五六三十克，这样每天的量。
保证30克是最低量。嗯，还可以再高一点。还可以高一点，根据你的吸收承受能力。比如说，我用了30克，就是大便一天就排一次，小便也不见得增加多少。你可以加到50克，你可以加到60克，就30克到60克范围内。什么时候发现了大便次数增加了，排量增加了，小便增加了，疗效就开始出现了，体重就适当的，它不一下子啊，慢慢的就首先感到轻松，然后体重慢慢的就缓降。缓降，对，不是，那我就想问了，这东西得喝多长时间呀？这不能常年喝吧？一般来说，3个月一个疗程，3个月，他第一个月呢可能感到轻松，哎，排便次数稍微有点增加，第二个月开始大便小便双管齐下了，第3个月体重减轻了，就减轻了，这个效果就出来了。杨老师，我有个问题，因为我也喝过减肥茶，但喝的时候之后啊会肚子疼，然后才会去排便，那这个喝完也会肚子疼吗？没有腹痛这些不良反应。但老师，其实我知道，因为咱们这个药的，就是这些药的主要成分就是都会偏凉性，那有很多人比如说喝完了以后，像他本身就属寒的，但是他喝完了以后就会，比如说经常喝以后就可能会不会引起比如肠炎啊之类的这些。你这问题提得很好，这里边属于凉性的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看这里面真正属于凉性的荷叶，荷叶都不算啊，葛根也不算，决明子，决明子算是凉性的哦，对，因为它明目，蛇钳子都不算。决明子虽然属于凉性的，它对于肝肾呢还有清补作用啊，就好像跟那个女贞子一样，它有清补作用，一般不伤。那个何首乌呢是微微有点偏温，山楂呢也是偏有温性的，说总起来这个方啊综合起来平性的，没有什么不良反应，腹痛啊这方都没有。还没看呢何首乌长啥样呢吧，跟大家说说啊。对，这两个比较比较，这个浅颜色这个是生的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发红。这个何首乌啊又叫赤首乌，为什么它是红颜色的？对，这个呢就是熟的了，大家可以看到泡着过就黑了，它黑了以后呢，它用黑大豆这个泡着过了，它发黑，它重点在补肝肾，黑颜色入肾嘛。对，所以就是我们做这道减肥茶是要用生何首乌来做的，对，一定要记住，不用熟的，不用泡着过的。在制作杨氏减肥茶之前，我们需要准备好材料。生何首乌、决明子、干山楂、车前子、葛根、荷叶各等份，先将上述中药打成细末，再用滚开水冲泡。如果不想喝到药末，我们可以用纱布制作一个简单的小药包，把药材装入其中，每次食用15到30克。此茶适合各类肥胖人群。这道茶呢，其实很多人都适用，补肾乌发茶。哎，我还刚想问姚老师，我觉得您刚刚说您已经60好几岁了，我觉得您的头发很好啊，没白了。不，我曾经装修过啊，就是染过啊，但是现在退的还没到彻底退。要彻底退了是啥样的呢？已经看出来了，哎，就是花白，花白，花白没有纯白。那个染过。杨老师，我觉得您头发还好，71岁，您染吗？比去年不行了，我今年开始过70，头发明显的花白，但是要按《黄帝内经》说啊，6848鬓发斑白，我比《黄帝内经》说的了晚了20多年，现在鬓发斑白，但是从未染过发。啊，从未染过发。对，但是咱就看看这补肾乌发茶，你也推荐给李老师吗？可以，李老师您可以用。不是李老师，您今天第一杯，我一天得换3回茶。你交替喝，这个喝腻了就换那个喝。你交替喝，你别那一气儿喝三。我跟您说啊，您不是老出去拍戏吗？对。您就整个大杯子，就您杯子，让老伴儿贴儿给弄这个茶，隔两天再换那个茶。对。哎呦，过两天一看，李老师，精神焕发，对，肥也减了，心脏也好了。药茶也喝了，对呀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肾。老伴儿不放心了，这最重要啊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肾乌发茶，制何首乌，就是那熟的何首乌。对了，黄精，哎呦，这听说过吗？这还真不知道。哎，你们觉得黄精是什么颜色的？黄色的。
要是黄色的，我还问你们吗？太太林老师，黄金什么颜色的？黄金估计是褐色的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黑色的，因为它可以乌发，是不是？黄金是黑色的，肯定是。哇，真黑！黑的，哎、像话那杆儿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带一股中药味。这可以吃。这里边恐怕您在年轻里边智商最高了吧？我是研究生毕业。啊，怎么样？我说你还可以再提高。这15克，我们来看一下杨老师为这道茶做的诗。老翁姓何，俯首乌，这是刚才那故事。不知此物是何物，祖孙三代均长寿，以孙命名何首乌。这是这故事啊。对，华佗秘方。我们来看第二帕，非常重要。华佗秘方青年散，补肾乌发骨髓坚，凡阿得传度百岁，头发不白如童颜。这个何首乌的故事说过了。嗯，这个黄金有个故事。华佗他是年切百岁而貌有壮容，嗯，就精通养生之道，所以呢他活的年龄将近100岁了，最后被曹操杀害的时候就将近100岁了。嗯，华佗去世之前把这个方传给他这个徒弟叫范阿，范阿呢是徐州人，徐州市人。嗯，传给他以后呢，他就用这个方，他就活到了100岁，比华佗活的年龄还大。嗯，而且呢，你看吧，头发不白如童颜，那个气色就跟年轻人一样。嗯，百岁老人不见老，头发比我这个头发都好，就这个意思。嗯，哎呦，这是华佗的一个秘方。那个李老师感兴趣吗？这方子那要长学问，长学问也感兴趣哈。对，这么这个方子我们用的第一个是炙首乌，就炙首乌15克，黄精15克，茶叶3到9克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这样整块泡吗？还是粘成了那个沫儿？这个因为这个何首乌啊和黄精啊，你看吧，它是比较硬。嗯，你要整个的泡呢，相对来说比较难于这个溶解。嗯，那么最好把它打碎了，就咱们那个把它干一干。焙干了，哎，你自己家里焙干以后，用那个把它打成这个，粗末就可以，开水煮一下也行。你要泡的话呢，就泡15分钟，焖一下，这样的话一天5次6次就可以用了。但是茶叶不要跟在一块儿焖，焖时间太长了，茶叶效果不好。这个茶叶呢，就是焖了10分钟左右以后再加茶叶，也是一天5到6次。在制作补肾乌发茶之前，我们需要准备好材料。炙何首乌15克，黄精15克，茶叶3到9克。先将上述两味中药制成细末，再用滚开水冲泡。此茶适合于发白及少白头人群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啊，今天还有最后一道茶，我们来看一下补肾健脑茶。我们看一下补肾健脑，这一看名字就知道是干嘛的哈。嗯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方。这么多呀？好记。啊。上边编上口诀呢，三黑三人。先看一下啊。对了，三黑配三仁，你看多好记啊。嗯，你看好记吧。黑大豆、黑芝麻、黑桑葚。三黑吧。啊，核桃仁、松子仁、甜杏仁。三仁吧。这倒是挺好记的。那先说说为什么这个可以补肾健脑呢？这里有个问题啊，你说我可以问问咱们在座的观众和嘉宾，你说人老了是先老哪一个部位啊？心脏。心脏。人老先老腿啊。腿呀，先老腿啊。嗯，人老先老眼啊。人老先老腿，两个还有呢。肾肯定是肾。人老先老肾。不，先老的是脑子，因为记忆力下降。你看他就智商高嘛。就是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杨老师为这个药茶写的一首诗。谢老生前重三黑，补肾健脑益骨髓，再加三仁润五脏，髓海充盈脑不退。说得好。嗯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啊，我跟老师去出诊，2个礼拜前他通知我了，我一想老先生80多岁了，我头天晚上我得打个招呼吧。我说老师，明天是礼拜二，我话没落音呢，老先生急了，我忘不了，啪电话给我挂上了。我说坏了。嗯。他心里想，你把我当老年人呀？我不老，84岁都不说老，这个脑子那么好，2个礼拜前说的话一点不忘。啊，所以说重视补脑这个道理。嗯，
三仁润五脏，也就是说这三黑我们都知道啊，补肾然后补这骨髓，对，但是这三仁润五脏就是说五脏六腑都可以啊。对了，五脏六腑都需要滋润，都需要滋养，但是不能用过于温燥的，温燥就伤五脏了。那么这三仁呢都能润五脏，但这三黑三仁你们说这怎么泡啊？磨成粉。对了，对，三黑三仁想泡是不容易吸收的。做磨成粉呢也很简单。如果家里没这个条件呢，我建议啊，你到药店里，大药店去加工。我这里就在大药店加工的，加工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可以让在座的先让嘉宾先闻闻吧。这就是您的那个三黑加三仁，就是哇，好香啊！健肾补肾，李老师这送给您的，先闻闻，先闻闻什么味儿？哎呀，真是香！来，尝着闻闻，这真一般香，没加香油，但是有黑芝麻。对，有三仁儿，有芝麻的，很香的味道。绝对有啊，三仁再加芝麻，算是四仁。这个药店可以帮我们打吗？可以打。药店，你到大药店给你打成细粉。哎呦，这特别香。可以打，自己做做不那么细。那打出来是不是像糊一样啊？好芝麻，芝麻糊那样的呗。咸的。开水一沏，就是茶。我把它每天做早点。哎呦，这太好了。补肾健脑。还无虚发，这是我的杨氏中式快餐，每天早晨是30克到50克，开水一冲就是我的早点，再配上几个黑芝麻饼干或蛋糕。在制作补肾健脑茶之前，我们需要准备好材料：黑大豆、黑芝麻、黑桑葚、核桃仁、松子仁、甜杏仁各等份。将其打成细末，中药店可以代为加工，补肾健脑，强壮筋骨。今天推荐六道药茶，李老师，您最感兴趣是哪道茶？还是抗衰强心茶？就您喝的那个。对。这个张浩，你最感兴趣是哪道茶？杨氏减肥茶，非你莫属，非你莫属。小张，你最喜欢哪道茶？补肾健脑茶，因为我觉得脑袋嘛，每天都要那个用脑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经常补一补，就是这个三黑三仁是吧？对，而且很好吃。三个了，还有谁记着哪一个？还有一个酱鸭茶，对，那叫什么罗布麻，对，茶花。第四个了，还有谁？还有那个手乌茶，乌发茶，不是乌发茶，没错。五个，还有一个谁记得？50年不感冒，那叫什么茶？扶正固本茶，没错。哎呦，今天这六个药茶呀，特别希望大家回家都能试一试。我们特别希望呢，我们的健康来了这档节目能给各位带来健康。谢谢杨老师，谢谢您，谢谢大家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，再见。好，好的，谢谢杨老师。各种各样的白色食品到底有什么样的营养，该怎么吃呢？草字头一个松树的松。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长寿菜。为什么冬天我们要吃这些东西呢？冬不藏经，春必病温。萝卜就热茶，气的大夫满解爬。您先喝点热茶，我马上给你切萝卜啊。正确的，经常的吃一些白菜，这个营养是能让你减少得癌的机会。